是亲密，在白日造梦与黑夜谈天说地，共赴过几多朝夕。陈晨可以，因为他唱歌也好，他 rap 也可以。突然一下对我笑了，然后我就把他火也忘了。陈建把 Justin 挤掉，让他那么过分。他在看你，他在看你。陈建肯定不会挤我。